Hello， 大家好，我哋身在英國倫敦啦，隔離就係 Isaac 鄭家朗。Hello， 大家好。其實咧就應該點講咧，即係我感覺上好細個啦。係，有好多人都係咁樣誤會。你今年幾大咧？查實。其實我今年是22歲的咁樣，但係其實都好多人誤會我，即係仲係中學生咁樣，即係有啲人同我打招呼嘅話，啊你中學畢業未啊咁樣，其實好關心我嘅情況。但係其實我已經大學畢業㗎啦，咁我過去其實係啱啱好上年嘅時候喺大學畢業嘅，咁但係即係係咯。因為你成個造型都是 Harry Potter 嗰隻㗎嘛，即係你好似都係一個學生。係。我哋講下你近況啦，因為今日我哋本身有個主題想去介紹一套而家你造型嘅教材，但係咁大家都好關心究竟你過去嗰一年去邊咧，心路歷程啦，同埋其實即係再直白啲就係你屬於呢一個香港眾志啦。咁你見到好多即係前眾志嘅成員都即受到唔同嘅打壓，即係你有咩感受？其實好坦白講咧，即係過去一年係過得即係過得係幾辛苦嘅。坦白講，即係亦係一個成長好大嘅一年嚟嘅。因為其實我係3月8號嘅時候離開香港啦，咁樣。咁其實過去一段時間都經歷好多起伏啦，例如有戰友嘅審訊啦，跟住之後又要面對唔同嘅挑戰啦，例如即係自己一個喺外地上面生活啊，跟住之後。即係要跨越好多呢啲嘅無力感啊，甚至係有面對一啲個人生活嘅變化啊。其實即係呢種種嘅嘢咧，全部都係即係會即係好辛苦嘅一個狀態嚟咁樣。咁但係即係喺外面，我又多咗好多時間去諗究竟即係我哋外面比較自由嘅地方啦，或者係有咁多香港人嘅社群，咁究竟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咧？咁樣。咁啊，其實我都 explore 咗好多唔同嘅嘢嘅，例如係講緊話，即係我有去唔同嘅學校，去用香港嘅議題去講人權啦，咁樣。咁啊，有試過去同唔同嘅地方嘅學生去交流啦。咁啊，其實嗰啲學生咧，佢哋都好真誠嘅，同埋即係佢都好對香港嘅故事係好有興趣嘅。咁所以即係有啲甚至係聽到關於香港嘅情況，知道香港中學生面對緊啲乜嘢，可能同佢同一個年紀嘅人，可能已經有好多人已經喺獄中啦咁樣。咁啊，面對緊六字災咁樣，咁甚至係講緊話身邊嘅朋友啊、同學，唔知邊一日就會消失咗咁樣。咁其實呢一種情緒係好牽引到佢哋嘅，因為佢哋即係對於香港抗爭嘅畫面，可能係停留喺新聞嘅畫面入面。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已經係好激動噶啦，但係即係去到實際上真係去聽一個真實血肉嘅故事嘅時候，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個感觸係更大嘅。咁所以即係對於我嚟講，我會覺得啊，即係其實好似教育啊，或者一啲真實交流啊，係的而且確係可以令到即係更加多人去會願意去同香港企喺同一陣線，同埋即係願意去將一啲香港嘅嘢去 spread 得更遠。咁所以我都會覺得，即係喺過去呢一段時間，我都探索咗好多唔同嘅嘢嘅。問翻你離開香港之前咧，其實你邊個 moment 覺得你 personal 呢個人生風險嘅，係因為你口罩嗰個 case 啊，定係點？其實有好多唔同嘅部分嘅，例如即係嗰陣時我哋即係反國安法嘅時候，又做咗個公投咁樣，咁嗰陣時即係有國務院嘅點名啦咁樣，咁同埋其實即係就算喺國安法通過之後，即係我都期望係即係再繼續去做唔同嘅嘢咁樣，咁我嗰陣時仲開咗一個教育組織叫教育嘢啦咁樣，咁原本係諗住即係做一啲嘅通識嘅議題啊，尤其是係即係嗰陣時通識科係面對一個好大嘅挑戰，雖然而家連通識科冇咗啦咁樣，但係嗰陣時面對一個好大嘅挑戰就係審書啦咁樣，咁同埋即係有機會全係改 curriculum， 咁同埋即係仲有其他嘅教材其實都陸續出現問題咁樣，咁所以嗰陣時原本即係香港係諗住再做多一段時間，即係關於教育嘅倡議啊，或者繼續做一啲嘅議題啊。咁同埋即係事實上嗰陣時，例如好多老師啊，都冇辦法再喺佢嘅崗位入面做啲乜嘢嘅，因為你見到嗰陣時取消註冊啊，教師取消註冊嘅情況非常之常見啦。咁跟住之後，同時間例如你喺教材上面或者教學現場上面講錯少少嘢，你好容易已經成為咗政權嘅把柄，甚至係你講緊話。即之前比較行得出嚟嘅一啲老師咁樣，已經係做到清算，例如楊 Sir 啊，又或者係 VA 王 Sir 咁樣。咁所以嗰陣時覺得啊，即我哋民間嘅人應該要為喺教育體制入面嘅人再做多一啲咁樣。咁嗰陣時又萌生咗開呢一個
即係組織嘅念頭啦。咁其實另外一個 project 我哋嗰陣時原本係推緊咧，其實我哋想做關於一啲課室以外嘅教育嘅。咁因為我哋覺得教學現場已經做唔到啲乜嘢啦。咁但係我哋仍然有空間嘅，我哋喺外面或者家長教育其實可以做多啲嘅。咁所以其實原本嗰陣時係有 planning 咧，係想做一個關於即係喺課室以外嘅一個公民教育咁樣啦。咁但係可惜就係喺未完咗嗰個嘅 project 之前咧，其實就已經即係出現咗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即係有。即係有好大嘅風險啦，包括係即係嗰陣時有拉47人咁樣，咁其實我都即係有繼續俾人跟蹤咁樣，咁甚至係即係有一次好誇張，就係我喺 office 樓下開完會咁樣，跟住之後就嗰個人咧係一直跟到我上車，即係上地鐵咁樣，跟住之後仲要偷睇我部手機咁樣，咁我一望佢，咁佢就即刻飆走咗。你點知佢係跟緊你？即係你其實都吊咗好耐嘅，因為其實從一種冇人嘅街，跟住去到嗰個站，跟住之後我中途又出個站咁樣，跟住之後又轉翻入去咁樣，跟住之後同埋佢都貼得我幾近嘅，其實都咁，所以你問我，其實佢可能個意圖未必係想去真係跟蹤你嘅，而係佢想俾一啲恐嚇你，或者佢想俾一啲signal你話俾你聽，就係話如果你咁樣搞落去嘅話咧，即係你就係會成為嚟緊嘅目標啦。其實你見到呢一個手法係同時間出現喺其他嘅人身上面嘅，即係包括 Sunny 啊，又或者即係阿聰啊，又或者其他嘅人咁樣。咁其實例如尤其是黃之峰嗰陣時都係俾人即係跟蹤跟得好貼添咁樣，咁所以就即係嗰陣時都發現自己係越嚟越有風險咁樣。咁再加埋即係教育嘢呢個組織都開始黨媒啊，或者即係官媒都開始有點名啦咁樣，咁都評估咗自己風險，都無奈就需要離開呢個地方咁樣。嗰時你哋核心就係咧副主席啦，係。咁其實阿之峰有冇諗過走嘅？其實好坦白講，佢嗰陣時咧。即係佢一定會有掙扎嘅咁樣，但係我好難幫佢代言啲乜嘢啦。但係事實上佢係即係都好堅決咁話俾大家聽，希望大家可以一齊係去即係喺香港入面繼續努力、繼續打拼嘅。而佢其實你都見到佢喺廣泛立法之後，佢都仍然係即係繼續去盡佢嘅力去做即係唔同嘅議題啊，又或者繼續即係去利用佢嘅影響力去做唔同嘅嘢啊咁樣。咁所以其實事實上即係。係咯，即係佢即係大家其實都係仍然冇放棄嘅，即係大家都喺唔同嘅崗位上面做嘢，即係正如我哋以前做教育嘅朋友咁樣，即係我哋都其實自己出嚟就開咗呢個組織咁樣，我哋嘅跟教育議題咁樣，咁可能有其他朋友佢哋對性別議題有興趣啲嘅，即係以前喺即係同一個組織入面對性別議題有興趣啲嘅，咁佢哋就即係有其他嘅即係 channel 啊咁樣參與。你離開咗香港之後啦，你覺得其實海外香港人做到啲咩？其實你問我嘅話咧，海外香港人當然即係最直接就係即係倡議啊、遊說工作啦咁樣。咁其實例如阿聰或者其他嘅海外香港人，其實都有做到呢一方面嘅工作啦咁樣。咁但係即係事實上係即係成個情況就係、是佢哋好需要有一啲比較出名嘅人，或者有啲 contact person。咁啊喺遊說工作嘅時候，政府需要攞一啲意見，或者甚至係即係倡議嘅時候需要有一個對頭人。咁即係嗰啲嘅參與就係、是。即係需要即係個公眾大家一齊參與嘅程度可能會比較低一啲。咁另外一部分就係即係一啲遊行啊，一啲嘅集會啊，咁就係即係透過一個人嘅群眾嘅力量去即係去感染例如嗰個地方嘅人啦，例如英國嘅時候嗰陣時 Kingston 有好大嘅人鏈，其實喺當地都有好大嘅迴響。咁又或者即係例如直頭係香港人參與烏克蘭嘅集會咁樣，咁同佢哋企喺同一陣線嘅同時間，佢哋又會多咗認識香港呢個社群。即係原來香港呢個社群係一個維護民主自由價值嘅一個社群嚟嘅，即係佢哋就會覺得啊，即係你就係我哋嘅一份子啦咁樣。咁呢一個係第二個部分啦，而第三個部分我覺得係一啲組織啊、文化歷史承傳啊呢一啲咁樣。咁啊，其實我覺得呢一個部分係好重要嘅，因為香港人呢個 identity 除咗係體現在我們過去共同的經歷和傷痕，例如在時代革命的時候，大家看完之後大家會有一種抽心，大家會很親身的經歷，甚至會記得你究竟望著那些創傷的片段的時候，你當下是存在在哪個空間的。而其實這些傷痕、歷史、共同文化是需要承傳下去，我們即是香港人這個社群、這個身份認同可以繼續不斷延續。而且我覺得香港人你這個身份認同其實除了是講緊話，我哋認同自己係香港人之外，我哋其實本身呢個身份咧，係帶住一種責任同埋，即係帶住一種義務去繼續行落去嘅。咁點樣去將呢一種義務同埋責任，或者點解即係佢哋要選擇去即係繼續咁樣延續？即係呢一樣嘢其實
例如係即係其他人，或者甚至係即係下一代嘅香港人，其實都應該要知道呢一樣。所以想問翻你一個比較抽象嘅問題先，其實誒離世好多啦，想知道你呢個世代點睇香港咧？即係何謂香港人？但其實好情感地嚟講咧，其實我自己都會覺得，唉，即係我都未真正好經歷過香港嘅。坦白講，即係就算我喺香港有21年嘅時間，但係即係其實我都仲未叫做即係大學畢業出嚟做嘢咁嘅狀態。即係我覺得啊，即係香港仲有好多位去 explore 啊。但係其實坦白講，你對於我嚟講，我一開始最有印象、最有記憶嘅香港，其實已經係曾蔭權年代嘅香港。嗰陣時即係大家有起鬧嘅爭議，跟住之後嗰陣時梁家傑選特首咁樣，跟住之後仲有余若薇同曾蔭權辯論呢個政改方案咁樣。咁其實我嗰陣時咧先小四五六咁樣，咁所以其實對我最有印象即係香港已經係嗰個狀態咁樣，即係同埋我嗰陣時細個即係比較係因為我同。即係我家人佢係比較支持政府嗰面嘅，咁同埋佢哋本身有做開工聯會嗰啲義工咁樣啦。咁啊其實我嗰陣時即係當然即係小學嘅時候就係比較會直接接受即係屋企人嘅想法嘅時間啦，咁或者思考比較少嘅時間，咁所以就變咗好容易接受咗屋企人嘅想法咁樣。咁例如我嗰陣時會喺即工聯會幫手啊，甚至我小六嘅時候有做嗰啲即工聯會嗰啲地區服務處嗰啲周年晚會嘅司儀啊咁樣。咁我嗰陣時好搞笑嘅，仲要嗰、那個即其中一個司儀嘅主持人就話啊，我哋今日咧就薪火相傳啊，體現咗呢、這個。咁我嗰陣時其實係著住一個黃色嘅唐裝咁樣，跟住之後就喺台上面。咁我仲記得我嗰陣時念咗温家寶嘅詩，即係唔知咩仰望星空類似咁樣嘅，同埋一齊唱咗我愛祖國定唔知我的祖國咁樣嘅。好搞笑嘅嗰陣時，我呢啲俾人起底嘅，係、哎、啊。OK， 咁即係嗰陣時你係冇諗過有政治參與啦。但係你嗰陣時對香港有冇概念先？即係你小學嘅時候，即係唔講政治立場先啦。係啊，香港其實即係對於我嚟講，我認識嘅香港就係即係好有 diversity 啦咁樣。咁跟住之後就。即係好有活力嘅咁樣，即係好多唔同嘅意見係可以存活喺同一個社會入面嘅。即係例如，即係我即係細個你有陣時會唔明話啊，點解啲人要用暴力去表達啊？即係或者係即係點解會用一啲比較粗暴嘅行為去表達啊？例如即係嗰陣長毛都已經有掟蕉咁樣，即係呢一啲嘅行為。咁所以即係細個就比較難理解呢一啲啦。但係至少就係、是、即係嗰陣時會覺得啊，呢個社會係一個好包容嘅社會，大家都係可以表達自己嘅意見，係一個相對自由嘅社會。而家你睇翻轉頭，即係譬如話你去到而家英國啦，咁同人哋介紹香港，如果有個人佢係完全唔知香港喺邊嘅，咁除咗個地理名詞之外，究竟佢咯 ，What is Hong Kong？ 咁你點答咧？我會同佢講話係一個隕落咗嘅國際城市咯，即係因為事實上係即係過去香港係有好多值得自豪嘅地方嘅，即係例如你會見到香港有接近唔同嘅文化，有唔同嘅人係會好願意嚟到香港呢個地方去同大家去交流，跟住嗰度係有好多唔同嘅機會嘅，有好多即係唔同嘅想法嘅。咁但係即係事實上而家係任何其他唔係政府主流或者政府論述之下嘅想法咧，全部都已經係被禁止，或者全部都是已經甚至你是連條紅線都不知道在哪裡，你跳了一個紅海裡面，其實 你隨時都可以被浸死，他隨時都可以拉你，你根本你的自我審查的程度是極高的。這樣那究竟即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之下，就算即他是一個願意去跟不同地方的人去交流，即或者有接觸的這樣情況之下的人，但係佢都唔會想再係一個要處處受限制，甚至我連下一秒會唔會俾人捉都唔知嘅情況之下，即係就唔會係想喺繼續喺香港呢一個咁嘅狀態生活。咁所以即係就只能夠講話，即係香港係已經一個隕落咗嘅一個國際嘅城市。譬如話。